一凡，对，阿静，哎，那些家文哦，拄好转来看我啦，你要入来坐坐嘛，啊，吃些物件吼，啊，小煞讲者。爸，我阁有代志要先来。家文啊，啊，回去厝诶吼，还会记你敲电话呢，互爸爸放心哦，吼。一凡甲家文诶态度哪会怪怪？因两个人敢是冤家啊？阿姐，之前我答应你，会好好照顾嘉文。我想讲，你发生这代志，我两个真正扛不住啊。实在是真歹势。我知道这分手哦，不是谁的不对啦，实在是世事难料啦。也无人知影明仔载发生什么代志，也无人愿意哦发生这款的不幸啦。我刚才能讲，不管你甲嘉文哦决定要安怎做，阿叔哦拢甲恁支持，甲恁祝福。多谢阿姐。原来一凡甲嘉文已经分手啊，因明明感情这么好，哪会变到安尼啊？天公伯，哪会安尼创治人？新娘，你在伫遮？阿姐，一凡，我是拄好经过市场，啊，想着阿妈倒来甲伊看一下，啊，即摆要来转啊。哦，啊，要入来坐坐哦。唔免啦，多谢阿姐，我还佫有代志，我立刻才来，我先来啊。好好好，拜拜。一凡甲嘉文分手，应该是因为妈妈的关系。拄只阿妈有讲，春梅阿姨有强过器官捐赠同意书，我阁一直望着春梅阿姨，讲讲关心中给我的人就是，我应该好好调查看卖。喂，小云啊。你敢要搁在伊病院上班啊？是安尼啦，我想要拜托你啊。乌秋，我知影，啊，这个代志交你处理就好啊。我即马无心情插遐个啦，吼，就安尼。阿信啊，你走去倒啊？我才拄想要靠你呢。高，我知影你拄只。比我先去找到小云，你们该做什么拢不知。小云跟你讲啊，为什么？你明明都知影是春梅阿姨关心中好我，你是安怎要污骂我？心啊，无跟你讲的原因吼，还是因为我知影你知影真相了后，你会一个无注意讲予易凡因厝内人知影。我嘛就惊易凡出来人会用无理性的态度去对待你啊！哪有可能啊？易凡出来对人，我就支持春梅阿姨的决定。连易凡阿妈遐尔啊传统的人，拢讲伊要替春梅阿姨完成伊做人的心愿。伊哪有可能对我有意见？而且我这个心脏是春梅阿姨给我的，我怎么知影我？更加应该报答伊的温情啊！我哪有可能有骂伊啊？我袂用让新娘有机会发现我甲海王的交易啊！我一定袂当让新娘知影，戴春梅是因为我的一句话才死的。啊，不过易凡因爸爸反对啊，我是惊易凡的爸爸会把怨气发在你的身上啦，所以我才无甲你讲啊。你嘛见过易凡因爸爸？你看起来都是一个明理的人，而且就算讲伊迄个时阵反对，嘛一直是希望医生莫放弃救春梅阿姨。
我即马知影讲，我的命是春梅阿姨救得来，我哪会当假做啥物拢唔知？这算啥物做人的道理啊？照你讲，咱是无应该知影是谁关心中乎你的。法律会安尼规定，一定有伊的道理。啊，你若个代志闹大，死到有可能去影响到捐赠器官人的意愿啊。啊嘛，真有可能有足侪病人等袂到移植的机会。啊，你敢希望这种代志来发生？你讲，你唔那一届梦到一凡妈妈对无？阿敢有甲你交代讲，爱叫你甲真相讲出来？伊无讲。安尼就对啊。我相信哦，伊嘛是希望你莫甲真相讲出来，伊才会无交代。唔是，唔相信还是托梦？对啦，之前我是较气气啦，啊，不过哦，你若讲你一直梦到伊，甚至一直相信你心中都是伊关乎你的，所以这乎我无都无相信讲，这世间有可能有真济代志是无法度解释。是啊，你相信过啦，这无论是对你甲亦凡的关系，还是为着遐等待移植的病人。这个代志你绝对袂当讲出来。杜准讲哦，你无爱听我的苦劝哦，你嘛爱尊重亦凡伊妈妈意愿啊。妈，我答应你，我袂讲啊。嗯。也毋过。我伫梦中有答应春梅阿姨，要帮伊照顾伊出来啦。哦，这真好真好啊！这两件代志无冲突。啊，你照顾因，敢有需要互因知影是啥原因？